嫩笋尖到货了，我这是昨天到的，不用扒皮的嫩笋尖，这是老汤味的啊，有一点微微的酸辣口感。看，每个都是外边是去好皮的，然后留下的时候是最嫩的地方。非常脆，鱼蛋是一斤的，这边有大的还有小的，每个形状不一样，然后它都是够一斤的，这也不用咱们自己扒皮吃，这是比较方便，主要是比较好吃。